巴也是积极的回撤到了中路。哎，他这边又来，给到德罗巴，我再给阿德卡，这边没有越位，好的，五比一，没有越位，没有问题。乔尔格里菲斯打进了申花队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。阿内尔卡今天真的是啊，送出了太多脚美妙的助攻。再来看一下这脚球，没有越位，非常清楚啊，太精彩了。